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吉隆新闻，我是蔡小君。新闻一开始由先带你来看基隆与滨海步道整修工程，2021年11月开工，历经恶劣的天气考验，基隆市政府宣布正式完工了，民众暑假可以登岛漫游，而市政府还贴心的新建了景观平台，让民众走累了可以坐下来欣赏壮阔的山海美景。民众搭船抵达基隆屿，要登上基隆屿灯塔，沿着登山步道登顶，对体力来说可是一大挑战。要一边爬一边水要喝啊！登高望远，欣赏无敌海景，离开前别忘了来个大合照。另一条滨海步道沿线的海景更是美不胜收。过去滨海步道因为老旧毁坏，基隆市政府去年向观光局争取经费补助，进行全线修缮，近日终于完工，开放民众体验。那因为这一个环海步道过去呢是用混凝土的材质，所以呢它很容易就脆裂，那游客上岛以后踩到就不小心哈，很容易就会跌倒摔落，所以我们在整个登顶的步道这个木栈道完成之后，我们进行了环海步道的整修。好，那这一阶段呢，我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设计规划施工，那到今年的这个7月1号，我们就让它要完工，所以我们也从7月10号开始来做一个开放，然后让我们的游客有多一个这个环海步道的游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新的步道走起来相当的舒适平坦，走累了一旁还有新设的景观平台，让民众遮阴坐下来休息，前方就有无敌海景。啊，你们针对这个新的措施凉亭啊，然后觉得感觉如何？非常很漂亮，有没有很凉？有舒服吗？舒服哈。在步道的旁边，我们有设置了几个地方的这一个休息平台。那这个休息平台呢，我们是用一个也是比较是木头的材质，那同时呢也融入地景的概念，用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让它在这个整个步道的旁边，让游客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要修缮之前也跟我们的游客做了一些调查，其实这一段的步道的海边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的，那徐徐的清风吹过来，其实走过去是很舒服，同时可以看海景的。唯一的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太阳大的时候，真的是大家都急着要把它走完，太阳太大。那因为步道也比较长，所以呢有一些年纪大的游客呢，他就会有反映一个心声，就是说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驻足来观赏海景。国内疫情逐渐趋缓，搭船出游行程夯，民众抢着暑假出游，基隆屿登岛每日虽然有1200人数上限，但游客依旧报名踊跃。从4月1号统计到7月初，那大概登岛的人数有18300多人。那我们目前知道的预约的状况，到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预约哦，人数已经有28000多人在这个线上等待的这个预约的这个状况哦，也就是未来的登岛还有28000多人是要登岛的。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这两天步道开放以后也增加了这个游程，所以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碧海蓝天，一望无际的海景，还可以登顶眺望远处的龟山岛，或者沿着滨海步道悠闲散步，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美景。疫情趋缓，国旅也要开始拼经济。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请揭幕，掌声鼓励。基隆市长林佑昌将这一面大稻埕超过80年的秀庄老店所制作的纪念绣旗颁赠给基隆聚乐社一组，感谢基隆聚乐社一组常年为保存北管音乐及培育人才的努力。除了表彰聚乐社一组在文化传承的成就，也希望大家共同参与，把基隆城市文化代代传承下去。在基隆的城市文化里面，北管的音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百年的一个传承。那过去不管是在中元祭还是庙会的祭典，甚至是在我们民俗的活动，还有常民的生活，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百年下来呢，基隆传承不坠啊，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那在108年的时候，基隆市政府也已经正式把北馆的一个音乐呢，把它变成是列册的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文化的传承。那在今天特别透过非常精致的这个绣旗的一个制作，来表彰哦我们聚乐社一组他们在进行文化传承上面的一个成就。以及对他们的一个肯定。为了帮主师爷西行王爷祝寿，基隆聚乐社一组在海洋广场举办盛大的音乐活动，并展现传习课程成果，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市议员庄荣清、童志伟及谢清云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谢国良等人也都出席，肯定聚乐社对传承北馆文化的贡献。这个基隆聚乐社今天在办这个庆祝西秦王爷圣诞前秋，然后他们今天用那个排场的成果展，所以因为聚乐社毕竟是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特别受邀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希望说我们这个传承不要让它断层，能够继续的延续，来给它更精良的这个发挥。成立于清朝咸丰年间的基隆聚乐社是基隆福禄派最大的子弟团体，2019年被列为基隆市无形文化资产中的传统表演艺术保存团体，2020年开始透过与基隆市文化局的合作进行北馆音乐传承与活化，希望守护逐渐凋零的基隆北馆音乐。以前的关系我来提早注册，我抓到今天文化局啊，文化局大帮忙，我以前抓到呢，就全市文化局也说，我努力想，这样提醒观众这个年轻人，我这里就是要用心火相传，不要去等。这个音乐好就因为这歌仔叫北馆，是以歌调就较歹有，这个就较歹有。基隆市文化局长陈进平表示，基隆聚乐社是基隆少数仍持续运作的北馆宣社，透过传习课程的开设，除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北馆，也能吸引人才加入。今年参与的一生最小的学员年仅12岁，最老的已经88岁。透过落实保存维护机制并培育传承人才，期盼被外界尊称为传统重金属音乐的北馆能代代传承下去。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农历6月19号是观音菩萨的成道日。基隆慈云寺依循传统，从农历6月17号开始，一连3天举办诵经祈福法会，并在观音菩萨成道日当天举办民俗技艺团队绕境祈福活动。来自各地的信众准备寿桃、水果等贡品，涌入慈云寺虔诚参拜，祈求一切平安。基隆慈云寺为了恭祝农历6月19号的观音菩萨成道日，依循传统，从农历6月17号开始，一连3天举办诵经祈福法会，保佑大众平安。来自各地的信众也虔诚地准备寿桃、水果等各式贡品，涌入慈云寺参拜观音菩萨。今天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我们从那个前天、昨天半夜还是我们到半夜还在拜拜，还准备一些那个凉的点心给信众享用，还有我们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野过家，还有那个这个神明都要去绕境，基隆市绕境，虽然天气热，也是很多那个香客来。接受拜佛祖，佛祖拜好，提出来外口，甲乡客结缘，啊，互平食平安安尼。那慈云寺是我们安乐区一个这边，算旧安乐地区一个，信仰的宗教信仰中心了。那也是那个平常也相关的义文活动，或者是其他的慈善的行为，都是平常都有在做。那感谢民众能够来持续参加，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来祈求平安，那也能够让整个疫情能够让它带走，
整个疫情带走，那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炎炎夏日，慈云寺也在热心志工的协助下，提供艾玉、米苔木等夏日凉品让民众外带，吸引不少信众来排队领取。我们慈云寺每年在这两天都会准备一些凉饮，无限量的提供我们的香客来饮用。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就特别考量到要避免那个病毒的传染，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就一袋一袋装好，然后放盖子在上面，然后一袋一袋装好放在上面，也在提示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带回家吃，吃饱平安的，那避免说挤在这边一起吃，就这样子。农历六月十九号的下午，慈云寺也举办绕境祈福活动，借由众神绕境，保佑全体市民平安。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出去绕境，不止观世音菩萨，好多神像都请出去绕境，都是要给我们大家平安市民大家平安。慈云寺希望透过绕境活动与诵经祈福法会，来保佑所有信众与市民朋友万事平安，也祈求疫情能够早日消散。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北台湾最大的宗教巡江活动，七月十六号在外木山渔港展开。十六艘渔船组成的绕境船队，带着协安公、慈福王爷从外木山渔港出发，进行海域绕境祈福。基隆市长林佑昌也亲自参与慈王爷巡江后的安座仪式，带您一起来看看。载着西安公慈福王爷的船队浩浩荡荡从外木山渔港出发，一年一度的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活动七月十六号登场。根据当地相传，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习俗起源于基隆屿的海面突然出现一艘王船，随着东北季风及阵阵锣鼓声驶进外木山斯坎沟内，当地居民因此将王船请起供奉。而王爷绕境游江，除了去除疫情，也带有保佑渔民出海平安、渔获满载的用意。因为我们王爷是来自于海上，然后呢，他也保佑我们渔民丰收人船平安。因此呢我们跟一般的路上的绕境不一样，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海上绕境的方式，用这样子的一个祭祀的方式呢，来确保呢我们能够大鱼大收然后呢也保证呢能够四季平安所以这样的海上绕境呢，在全国来讲目前是相对比较少的，比较罕见的。由十六艘渔船组成的船队从外木山渔港出发，航行至深澳渔港，经基隆屿、金山黄港渔港、龟猴渔港及道伦渔港完成巡江仪式后，包括基隆市长林佑昌、立法人蔡适应与当地市议员宋伟立、庄敬胜、张炳君等人共同参与慈福王爷的安座仪式，希望借着王爷的绕境巡江，一方面为民众消灾祈福、赶走瘟疫，也透过活动让民众体验深度的文化观光路径。他也会申请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那也会变成是我们在基隆市西岸呢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元素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宗教跟在地的文化的活动我们也把相关的文化的一个路径把它串联起来。除了传统科以外，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方面也在当地渔村举办建学工作坊，重现当地的秋柳彩花枝烟，晚上则以半桌流水席形式举办平安晚宴。外木山王爷祭近年来透过索管祭海上游程，让更多民众都能参与北台湾最大的海上宗教盛事，也让外木山海上王爷绕境活动文化意涵及历史故事能永续保存。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网路上来路不明的工作看起来待遇很好，请问要应征吗？你已录取新工作，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提领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对象。你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您如何在些许的蛛丝马迹中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每日基隆影片甄选暨摄影比赛活动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分为影片甄选、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454,000元，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参加吧！详情请洽活动官网。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祖祀观音佛祖，配祀地藏王菩萨，以祝生娘娘，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香火相当鼎盛。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应，信众时常来参拜，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佛法无边，能变化千手千眼来保佑众生，并济世度众。你的设计我觉得怎么讲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网速只能这样了，不能这样，那就换中加宽频吧。中加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G只要999，再送 WiFi 神器，现在就办中加宽频。欢迎回到中嘉新闻现场。因为新冠疫情睽违两年，暖暖著名的林义俊西芹王爷绕境祈福活动7月17号重新登场，共有10组阵头近600人从安德宫出发，在暖暖境内游行，希望西芹王爷保佑，让疫情早日结束。出席来宾一起点燃骑马炮。因为疫情暌违两年的林义俊西芹王爷绕境祈福活动正式展开，希望在西芹王爷的神威加持下，能保佑暖暖居民平安，并让新冠疫情早日结束。西芹王爷是我们暖暖的一大圣事，那在我们暖暖心中，他是我们暖暖的神事。那每年的相关活动，我们蔡新委员会提供协助跟相关的一些资源的补助，那希望我们未来这个暖暖的圣事越办越大，那我们蔡新委员这边也会提供相关的资源，让它成为我们基隆最重要的年度祭典。这个是暖暖过去非常多年来的重要的圣事，我们称之为暖暖喜事。所以这样子的地方信仰，可以让我们的社区更团结、更祥和、更和乐。我们非常非常鼓励大家有机会在疫情过后，可以跟我们一道共同来参加，来认识暖暖的美跟暖暖社区的团结。因为疫情哦，暌违了两年之后哦，今年第三年总算是可以来举办哦。在疫情趋缓之下，我们来举办。那现场哦也涌入非常多的信众跟民众哦，那要一起来参与这个暖暖的喜事跟暖暖的这盛事哦。那希望就是也借由这次的祈福的绕境活动，那相信我们疫情哦可以赶紧过去，大家早日恢复这个平常的生活。啊，因为西芹王爷呢是地方上呢算是戏曲之神，也是一个防疫之神。那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啊民间的文化活动，希望能够呢，让所有们呢，我们暖暖的所有的感受，大家都能够呢，神明有在保佑我们。那我们要更努力。的出行哦，对地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也希望透过西芹王爷的出席绕境哈，好来保佑我们暖暖地区疫情赶紧消退。这场游行活动吸引了近600人参与。包括最具特色的高跷狮阵与10组阵头组成的队伍，沿着水源路暖暖平交道暖暖街右转东势街后，再沿暖暖街返回出发地点，沿途获得民众夹道欢迎，在地方人士热情参与支持下，期盼这一项延续百年的传统习俗能继续传承。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耗资3200多万元新建的七堵区明德国中扩建教室、大学柔技社区共读站正式揭牌启用了。除了让学校的师生可以进行阅读课程及活动外，星期六早上及寒暑假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也会开放让社区民众来使用哦。
明德国中学生们特地用国语、台语以及原住民语言朗读对家乡基隆以及在地美食的爱，包括基隆市政府秘书长黄俊毅、市政府教育处长杜国正、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杨秀玉，以及三大家长协会理事长等来宾们，也一起用书法写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共同庆祝新大楼的落成启用。美轮美奂，华堂千祥。耗资3200多万元新建的七堵区明德国中扩建教室、大学楼暨社区共读站正式揭牌启用，除了让学校师生可以进行阅读课程和活动之外，星期六早上以及寒暑假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也会开放让社区民众使用，包括有5间新的教室来提供我们明德国中的学子跟我们老师有更优质的这个环境跟空间。那在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共学站，那共学站除了这个我们同学可以使用到的外，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社区的居民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的空间，让校园社区化，社区也校园化。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沈居光沈校长在2任8年的任期当中，让我们明德国中的校务蒸蒸日上哦。在此的肯定我们中央地方的全力支持，我们母校才有今天的启用仪式，在此代表民意深圳一鞠躬，感谢你们的辛苦。那未来一定要好好的来应用，来结合地方共同来分享。那在107年那时候刚好前瞻计划，刚好很多的竞争型计划，那明德国中都踊跃积极的争取。那明德国中这8年执行中央地方的预算大概将近3亿。所以也是我们市长大力的协助，蔡立伟大力的支持，才让学校的软硬体设备可以持续的增长。在教育处科长以及明德国中校长等人陪同下，来宾们参观位在2楼雨滴意象结合原木风设计的阶梯式阅读站，并且聆听学生们朗读和写书法，也到3楼参观崭新的视听教室艺文展览空间。这些都是新建大学楼和社区共读站的多功能教室。另外连结旁边原有1楼烘焙教室以及公益和家政教室的使用，来宾们也把玩学生制作的木工弹珠台以及手工香氛，感受优质的教学环境和多元教育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和发展。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中山区万木山海星游泳协会一带的海域最近吸引了满满的戏水人潮，不过因为漂流木及垃圾太多了，影响到民众游玩玩水的安全，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就结合了海星游泳协会成员一起捞垃圾，再请市政府环保局运走处理。早上6点不到，海星游泳协会成员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就陆续到外木山海星游泳协会一带的海域一起打捞漂流木和垃圾，总共打捞起预估有1500到2000公斤左右重的漂流木和垃圾，避免来这里戏水和游泳的民众被割伤的意外情况发生，也减少海洋的污染。我们也感谢所有的海星志工来协助帮忙做海洋的净滩。其实我们后面看到相当多的垃圾，那这些都是我们大概利用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针对我们这个海星附近，然后所有的不管是废弃物、垃圾或浮木，把它做一个清理干净。那我们也要再次呼吁大家来这边玩水的时候，其实垃圾真的不要乱丢，然后我们共同来为海洋贡献一份心力。新冠肺炎疫情趋缓，再加上夏天到来，这个海域充满戏水游泳的人潮，不过因为漂流木和垃圾多影响民众安全，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号召海星游泳协会成员一起打捞，不过因为漂流木涉及法令问题不能随便带走，因此只能够商请基隆市环保局协助运走处理。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基隆市长林佑昌7月7号快筛阳性确诊后，7月15号居隔期满出关上班。他说这几天还蛮辛苦的，幸好痊愈了，很开心。另外，针对民进党提名的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以及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荣，他表示会全力辅选。
刚结束七天的隔离期，基隆市长林佑昌一早就来到市政府，一开口就先谈确诊经验。其实确诊，还蛮辛苦的。那个前两三天，可能我的症状比较严重啊，所以都发烧发冷，然后这个盗汗，那后来又有这个咳嗽啊，流鼻水，大概所有的症状都有啊，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是新冠全餐。那我是到了第三天，医生建议就是吃这个抗病毒的一个药物，那之后才缓解啊，所以。能够痊愈很开心。基隆的疫情本来就走在全台湾最前面哈，我们也是最早，降缓下来哈。那现在的这个幅度，基本上，也在我们的预期当中哈。不过因为现在暑假期间，那各种的一个活动哈，其实也增加，所以我们预计未来的降幅，可能不会像过去那么明显哈，可能会趋缓。那进入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平原期，好，那我想与这个病毒共存，然后大家把自己的一个防疫的工作把它做好，然后过正常的一个生活，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方向跟目标。那我想我们还是努力把疫情控制好。那另外就是有这个疫苗可以施打的时候呢，也呼吁民众大家尽量的能够施打的疫苗啊，特别是最近有这个小朋友的疫苗可以开始来打，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一个来使用。对于民进党双北市长人选已经确定，市长林佑昌说会全力支持。整个北北基桃其实就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好，其实我也一直强调，其实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城市的一个发展呢，更是唇齿相依哦，那彼此来影响啊，所以这一个在基隆或者在新北，我想我都会全力的来辅选。那另外也会就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政策呢，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意见跟建议给他们参考。好，希望未来他们两人能够当选之后，那一起促进两个城市的一个进步。能够痊愈回到工作岗位，林佑昌相当开心，不忘提醒民众疫苗一定要打好，最好还是不要确诊。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另外，我们也与 FM 轻松电台 96.9 联合直播，欢迎准时收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有视讯，网速只能降喽。不能降，那就快换中嘉宽频吧。中嘉宽频国际认证用户实测，双料网速第一，全家标网畅快有感。一 G 只要999，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现在就办中嘉宽频。